多年来了一直热衷公益。涂三涉自微博女星范冰冰因逃税风波遭到调查，缴出天价罚金 8.8 亿人民币后，演艺事业急速冷冻，至今在复出边缘努力的他，还是有许多节目戏剧不敢对他提出邀约。如今官媒人民日报终于出现他的名字，被外界认为是解禁节奏。范冰冰因为逃漏税重挫形象，先前拍戏戏份全被剪掉，演艺事业看似岌岌可危，但官媒人民日报之前在报道河南慈善活动时终于提到了演员范冰冰，还有她的照片出现，此举也被外界认为她已解禁，更获得复出认可。范冰冰名字登上官媒人民日报，涂三涉自微博，而范冰冰疑似解禁登上官媒后，外界评论两极，有网友仍不买账，又准备漂白捞钱了。人民大众不缺这种明星啊，偷几次是一次慈善就洗白了，但也有人看好他付出，及时知错就改就好。期待范爷早日回归呀，人民日报都报道了，看来官方也认可范冰冰的行动和作为了吧。范冰冰真的一直在致力公益，永远支持。